将车身位置升至最高点，压下自动穿线拉柄，让穿线器降至最低点，使穿线器之勾线距穿过针孔，像这样将线由左到右把线固定，并将线置于勾线距内，接着慢慢放松自动穿线拉柄，将拉柄往这个方向移动，线穿过针孔形成线圈，并被勾线距拉出，将线从穿线器上拿下，并将线从针孔拉出就可以了。如何引下线？抬高压布脚，轻轻地拉住上线，转动手轮，让车针往上提起，下线将被上线带出，轻轻地拉扯上线，即可将下线拉出，将上下线同时拉到压布脚下，往后拉出约10公分即可。直线缝用于一般衣服或拉链的接缝及抽细褶等。先准备好机器设定，开始操作。用左手轻轻压住车线及布，以调整起针位置，放下压布脚，缓缓启动。当布边到达回旋引导的位置时，停下机器运作，转动手轮，让车针插入布料中，抬高压布脚，以插入布中的针为轴心，将布回旋至所需的位置，放下压布脚，继续缝制。按下倒退缝按钮，回缝数针，抬高压布脚，将布拉出，由后往前拉，以切线器切断车线。锯齿缝用于伸缩性布料车布边及贴布绣或拼接缝、装饰缝。先准备好机器设定，开始操作。设定针指密度调整钮，在具有伸缩性布料上贴上衬的话，会缝纫得更漂亮。布边缝可利用在防止布边的松脱，先准备好机器设定，开始操作。放上布边缝压布脚，并让导引板紧靠着布边车缝，开扣眼，先准备好机器设定，向前转动手轮，抬高车针及压布脚，选好开扣眼花样，将纽扣座往 A 的方向拉开，放进纽扣后往 B 的方向回推扣紧，将压布脚脚径上的凹槽对准压布脚栓，放下压布脚，完成组装，将开扣眼拉柄拉到底，抬高压布脚，将上线穿过洞孔后，连同下线横向拉出，放进车缝缝布，然后于起缝点上插入车针，放下压布脚，启动缝纫机开始缝纫。抬高压布脚，将布料拉出，在扣眼前端别上珠针，用拆线刀把扣眼范围内的布切开。按针缝可以牢固裤子或裙子底部的反折车缝。准备好机器设定，开始操作。折布时请将缝布的背面朝上折叠，让布边露约 0.4 到 0.7 公分，
将布料放在车针向左时，会刚好碰到折叠的地方，让导引板紧靠折叠。车缝时，请不要让车针偏离折边。缝完后，将布料翻回正面。装饰缝用于装饰性车缝，准备好机器设定，开始操作。由于针指密度太高时，容易造成阻塞，故建议车缝前先调整针指密度做测试。贴布缝用于制作贴布绣，准备好机器设定，开始操作。在贴布背面上胶或用书缝固定，落针点在贴布的右方，并将压布角上的狭缝沿着贴布边缘车缝。拉链缝用于车拉链，准备好机器设定，开始操作。将布料以直线缝至拉链起点，书缝车出拉链止点，以直线缝车缝固定。翻开正面缝针烫平，放上拉链，并让拉链的中心对准布料接合线，将拉链书缝于此位置。将压布角绞进凹槽，扣在拉链压布角的右侧，让拉链齿靠紧压角的侧边，沿拉链边车缝。